今天起晚了，小伙伴们都回家了。我说回家吧，鱼儿宝不开心。你看，这就是网上最有名的叫一条不愿意回家的狗，它就这样，它就这样，它就给我捣蛋。我的天哪，我捣不过它，我已经快晕眩了。好了好了，妈妈转晕了，走走走，回家。它不愿意，它不愿意回家。那你想咋整你？好，我哪也不去了，听你的，就在这儿。你想干嘛？你跟我说，我也不能把你放开，旁边有老奶奶。哦，要上那边玩是吧？讨厌吧，你看看，啊，这一步也不愿意往前走了，一条不愿意回家的狗，月宝，你不能这样欺负我的，我还要上班了。那那那那那，有个大家伙出来，让你看看，让你看看，有个大家伙出来了，这里马上出来了，松嘴，松，嗯。看看，月宝看见了，你看他也不愿意出门，你是不愿意回家。好了，分散一下注意力了，总算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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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出来了吗？不出来了。哎呀，走走走走走，啊，回家了回家了啊！快，哎呦，弄歪了，哎，不许扑我，不许扑我，不许扑。好好找，我们上你有家去，走走走，乖。哎，啥意思？你啥意思呢？打了，是不是要挨打？啊？好，他听得懂人话嘞。我一说要打他，他就那个了。啊，好好好，杰克玩一会儿来，杰克。开心，你看开心了。哎呀，这狗也要见到同类了啊，打声招呼就行了，因为它不喜欢柴犬，柴犬咬过它，虽然不是这只柴犬。嗯，好了，见一眼狗就太平了，好像哎呀，我们这边是狗的世界了，对不对？后面来大狗狗了，看到了吧？来哦，两只大狗，两只大狗，吓坏了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。走，走，你看，就这样。走，哎，你看，你看看，都不好好走路了。我们还有大问题没解决呢，快点快点，妈妈要上班了啊，不给你搂了。